这个暑假快要来临了，今天现场的学生特别多，尤其这个啊，清一色制服很整齐，这就是新立公家啊。哎呀，哎呦呦，我以为是卖电器的来了啊。哎呀，是听说在竹东啊。啊，竹东啊哈。然后呢，哎，东躺个沙发啊哈。塞爆吗？哎，是什么？哎，这边是听说今天是新什么？新生一校啊，今天毕业吗？哦，也是事业第一天的开始了哈、啊。哎呀，毕业就是等于要找这个这个出社会了啊，们也恭喜你们，白衣天使。哦呦，现在医院很缺护士的啊。今天我们这个鸡同鸭讲呢啊，首先要介绍这位特别来宾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，是一位清纯玉女红星，也是戏剧的一位名伶，同时歌仔戏呢也是可以说当家的花旦，一起来欢迎狄莺小姐。马上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那个新立的同学是吧？来，怎么都是女的，只有一个男的啊？来来来来，听说你长得很像我啊？哈，你会不会做鬼脸？不会，不会啊！这个是你刚刚我们刚刚金銮呢哈，真的蛮像你儿子的。不是，刚刚他你要给他亲脸，他一直。下面都没学到，学到这款的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伦家瑜啊，瑜伽伦啊，瑜伽伦哈，瑜伽伦哈，哎，今天跟我们个歌仔戏名伶呢，我们狄莺小姐来到我们现场，大家一般在节目上看到都是唱歌仔戏比较多啦。其实他歌曲唱的也不错，出过唱片，演过戏，没有作秀吗？最近有，我们上几个礼拜有播过您跟那个恰恰 ，no， 方俊。哦，我跟方俊啊，也不过你们录影带啊，哈、啊，我们都在节目中，不过就作秀的情况是怎么样？真的、啊，我怎么不知道嘞？你看看现在都会装在这录影带里面多三八年。哦，那时候哇，你吃大户啊，你假，你要硬。没有，我觉得我跟胡瓜一样，配合观众的需要。啊，对对，所以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作秀完全是因为没有办法。为了一点臭钱。对呀、啊，私底下的我觉得我蛮三八的。那私底下到底怎么样？我们不要光讲，我们鸡同鸭讲就知道他私底下到底怎么样。那是很认真的一段谈话。来，第一。狄莺啊，近来是新运亨通哦，我相信收入一定不少。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每个月的收入有多少？一定要讲吗？那有什么关系？透露一下子嘛。到底有多少啊？没有。王恰恰，你是狄莺的好朋友啊，以你的经验啊，狄莺他为什么要宣称他没有收入呢？把自己所赚的钱呢紧紧的扣住，多赌不放，这钱免谈。狄莺外表看起来是很温柔的，可是认识你的人都知道你的个性是很浪，很浪，辣到什么地步呢？我听说曾经在葬礼上你令过世的朋友起来变僵尸。狄莺的外表看起来是很温文秀气的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他的外号是什么？他叫阿姨嘛。不要开玩笑了啦，狄莺很文静的，可是一向男朋友不断，那是因为自从懂事以来就收集到现在。听说你称呼自傲的是宣称自己是无敌女金刚。王佳佳，你是狄莺的好朋友，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狄莺最常跟你说交男朋友的情形是？就要挂了。陈淑华一直没有结婚，听到狄莺收集男朋友，有没有要给狄莺什么建议啊？过肩摔。交了那么多的男朋友，他们都对你说过什么话呢？你的嘴巴看起来好像好好亲哦。啊，做工作给我看。没有，听说每次遇到坏人，你都会逢凶化吉，那是因为你一脸的无辜相。其实我一点都不无辜哎。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啊，夜归遇到了坏人，你都怎么应付的？我是个柔弱的女孩，你不要欺负我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那通常当他提出非分要求的时候，你又怎么回应呢？等都来不及了。不要开玩笑了，当时你一定是大喊完了没，完了没，没有没有。这样子啊，那最后你又怎么去对抗坏人呢？最后觉得应该以暴力来表现自己的存在。听说狄莺穿迷你裙的时候臀部线条很美，像是刚洗起来。如果林青霞来唱歌仔戏，你觉得她会像谁呢？马丹娜。如果说你结婚啊，你想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太太呢？说话不算话，打哈哈，不负责任。
邋遢，乱穿，颜色乱搭这样，然后头发也不梳，整个感觉就觉得很脏。冯佳佳，听说你跟迪英的私交不错，是不是？啊？小秘密。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啊？哎，我听说你们曾经论及婚嫁，是不是啊？我不是跟我，他是跟谢雷。谢雷啊？不过我听说谢雷最不满意迪英，他常常说黄色笑话。你自己觉得冯佳佳比起胡瓜来怎么样呢？比较没有那么近。那是不是现在请你谈一谈你对胡瓜的印象？以前我认识他的时候还没那么胖。哦，看到胡瓜就好像什么呢？刚刚在吃香锅巴羹。你现在说这些话是不是在报复胡瓜什么呢？都不会吃我的豆腐。哎，鼓励鼓励。你说我香锅巴羹。太毒了，怎么可以这样子破坏我的形象？我没有讲那么多。那不是破坏，只是把这真实一面告诉大家。没有，虽然是真实的一面，也不要播出来嘛。我想迪英跟谢磊还论及婚嫁、啊、哪有啦，不可能啊，他大我这么多，他是我表哥哎。哦，表哥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剪，怎么剪成这样子？是是是，没想到表嫂今天也来。哎呀，那个其实我们那个，你不要害我嫁不出去了。其实迪英他很开朗的，刚刚客户看到他，也许有的画面是开玩笑的，但是也许有的很真实，比如说他赚钱啊，很抠啊，他省家计啊，或者说孝顺父母，这是他应该做的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我赚钱当然是我的收入有限呐、啊，但是负起家庭的责任是我应该做的。对对对对。那我没有那么抠啊。就是我也没看过你请任何人吃过饭。我也没有这个机会，不是我不愿意，因为通常跟男生出去都是男生出钱。对呀、啊，他每次吃饭都找阿盖拉嘛，那当然只有他付钱，阿盖拉也跑不掉。是啊，果然闹钱啊。走走。哎，而且呢，我那个迪英呢，她最漂亮的地方有没有发现？她嘴唇，哎，真的看起来蛮好亲的样子。但是事实上不是那么容易的啊，你试试看，被打得鼻青脸肿。刚刚他们有提到说，在秀场有没有主持人要吃我豆腐？其实我觉得很奇怪，真的就万谈呢，从来没有吃过我豆腐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不是没有，是因为你啊，你给人家感觉好像就是，哎，大家也不忍心欺负你，那么善良。也不是我善良的问题，可能是我平常、啊、太豪爽了，然后他们也不想吃我的豆腐，因为我不是一块嫩豆腐。太豪爽了，人家直接就问人家吃豆腐你好了没有？而且我平常讲话蛮直的，我又蛮凶的，只要人家对我有一点点那种小动作，像以前啊，张飞啊就曾经有过，我就给他很难看。哦，这样子吗？对，其实第一呢，他喜欢的人他会想要跟你聊天，他如果不喜欢，他还蛮直接的。我就曾经被他误会过，后来他看我跟我老婆的感情那么好，他终于原谅我。我是看在你老婆面子上。哦，那你不能，跟你无关，你不能恨别人恨到我。好，我们今天谢谢迪英进来到我们现场，谢谢他，鸡同鸭讲，谢谢。